体会佛陀的大慈悲，就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什么是上好的动机和发心呢？上好的发心，愿一切众生都可以离苦得乐，成就佛陀的菩提大愿，为最高尚的发心与动机。成就众生，就是伫个成就咱高尚的伟大人格。英雄的瓦克，不是男女，不是财富，不是名利，咱进未来者的永远瓦克，是永命的精进状态，也就是菩提心。菩提心，这是咱永远的金甲头。文殊正法是真佛道，不定有时身躯会感觉到真疲倦，但心唔通忝就好。若无一切众生互相中用的因缘，也未有今仔日的咱。
为了报答众生的恩德，咱应该积极努力地学习实践，并且圆满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诸佛成就的根本。离菩提心的修行是自他离离最为圆满的教育。什么是忏悔？心改变了，不再随着贪嗔痴离转，并且真实地升起菩提心，了知罪业的本体，也是离不开空性的本质。了达此义，就会当灭除真多罪业，并且将会当渐渐破开咱的执着习气，使心清净，直见本性。什么才符合波罗蜜？就是圆满四项愿素，这个当符合波罗蜜的内容，也就是空性心、大悲心、菩提心、依回向心。Thank you.
不合信心所做的修持，称为波罗蜜修行。因此，咱应该常常观修此四心，精进修持，自利利他。佛教可以叫作为佛德教育，或者是正觉教育。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对于内心发展的责任，也是一条深奥的理性与感性的合作之道。每一个人内心该有的责任，就是对于众生的慈悲心与责任心，对自己就是爱有精进心与菩提心。修行之路所实践的是净化自己以关怀众生两项任务，也就是智慧与慈悲的融合与圆满。修行的原则应该是：第一，切断一切恶，就是时时反省三业，是不是有不善之业产生？有，则应该克制或者是断除。第二，摄受一切善，除了消极的断恶之外，也还要积极的修持善业，精进内在的涵养和修持。
三，摄受菩提心，更加进一步应该圆满修持菩提心，就是保持利他与正觉的心灵状态。修持菩萨的戒律、学处，并不是增加真多戒条来约束自己，而是让自己处处感觉到拘束与无自在。真正修持菩萨戒律的意义，是希望借由菩萨的学处，训练自己的菩提心更加踏实，并且以此扩展自己的菩提心。学习大乘佛教，只有更加踏实与开阔，离开压抑与约束。什么是大乘心呢？就是使所有的众生都是我的父母。我愿带领着所有的父母众生，达到觉悟的彼岸，各个解脱。愿奉献
服务一切众生，誓愿一切众生拢会当成佛。安尼的心态，就称为大圣心、菩提心，是上广阔、上慈悲的广大心境。修学佛法，并不是一直挖苦着福德，而是爱学着开发佛性、显化佛性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！感恩很多菩萨不断的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因为印经协会印了很多很好的、精彩的佛教书籍、漫画、DVD、卡通等等，免费的要推广佛法，所以也希望各位菩萨主动到各中心来索取这些书，除了自己看，放到附近的素食店。放到附近的庙、寺庙、人口聚集、医院、邮局等地方，让这些菩萨们有机会也能够接触佛法，并各位主动积极做一个爱心菩萨，推广佛法。阿弥陀佛。愿您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护持正好19658482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阿含经云，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，虽复百千生，终不堕恶趣。正见是佛法修行的根本，它就好比无人的双眼，能让我们能明了路途的险要与归路。佛法的正见是从听闻开始，也就是对因果、四谛、三法印、八正道等由听闻认识进而信解，确立佛法见地后并付诸实践。由此可知，正见对于修行及解脱的重要性。如果我们缺乏佛法的正确知见，便无法步上正觉之路，甚至背道而驰。相反的，若我们能建立起佛法的正见，因果真实不虚，诸法不离缘起，即便我们尚未解脱生死，但终究能以此根深蒂固的佛法正见而不堕恶趣。生命电视台将于4月11、12日
每星期六日中午一点至二点开始播出安慧法师的佛法概要课程。夙愿，这时候呢，悉达多太子呢，他就决定，他要出家去修道，那他要出家去修道，刚才讲到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，一个是游世城门的时候看到众生的苦。众生的劳苦，众生的病苦，众生的死苦，如果没有解脱，我们一直在苦当中，众生一直在轮回苦当中，他自己也是在苦当中，所以他要解决这个苦，他升起这个大悲心，这个大悲心很强的时候呢，他就促成他出家。那这时候呢，他就把竭诚欢迎诸位大德收看并学习。生命电视台就像是一所没有时空限制的空中佛学院，诸位大德可以依照时间收看及文思，确立起佛法的正知正见，一起于佛法的文思修上精进努力。安慧法师毕业于福岩佛学院，多年来文思三藏，为人亲和。此次概论课程，法师将依序从佛陀的一生、八相成道、声闻修正法门、四谛与缘起、大乘修正法门、六度与四摄、十大弟子、五大菩萨、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、印度佛教的东传中国、诸宗纲要、大乘止观、大乘十谛等逐一讲解，内容丰富，提纲挈领。章节讲义请自行于网络下载。佛法概要一书可洽中华印经协会免费索取。凡人是天地鬼神，不如孝其二亲，二亲最神也。世若无佛，善事父母，事父母即是是佛。父母不信，令其助信；父母毁戒，劝令助戒；父母减贪，劝令助舍。是慈父悲母长养恩，一切男女皆安乐。慈父恩高如山王，悲母恩深如大海。若我住世于劫，说悲母恩不能尽，我今略说于少分，犹如文盲饮大海。